好，请坐好，要不要不，嗯，请坐下，靠近一点啊。不能弯一边，弯一边反而会受伤哦，真的真的。请坐下，答，请，哎，答，请坐，靠近一点。他们还没。哎，没有事哦。再来一次。好像激了的，哇哇，比上一次，哦，哎呦，有冒烟，冒烟，哎，哇，啊，哇，明星专门队，介绍几位来宾，第一位叫到潘怡君小姐，陈奕迅先生，郑欣妮小姐，苏骂有加，苏玉金。打给后，打给后。大家好。听说这个礼拜输一斤，输了一斤哈。嗯。没有。上礼拜输了两斤啊。这一次不要让我第一题就死掉了。真的啊？为什么？对啊，我上次来玩的时候，玩第一题就被电到。哎，那真的是真是太惨了，这个反应要不错啊。这个司马玉娇小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江湖的话题。最近我们司马玉小姐也出了一张英语版的专辑唱片，英文，我们相信这张唱啊，没啦，英文我还可以来去进修才行。啊，今麦这个来不是要出唱片啊？无，我今麦是安神公咖啡哥恁囝来去美国，来踏踏车，来去读迄个英语，踏踏等下再来出。哎呀，好啊，接下来介绍这边的郑欣妮小姐哦。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个郑欣妮最近换新东家，果然气色就不一样了啊。艺人就是换环境才可以，对不对？换环境，然后换歌路，换造型。还有陈奕迅，哎，欢迎他，欢迎他，大家好。都是女生，只有一个男生啊。对啊，上一次是全港星男生对林美娇小姐，对不对？然后终于有一天，哎，终于是女生对我自己一个。但是今天是这样，其他四个女生可能你比较容易摆平啊。啊，为什么？但是今天要是碰到潘怡君就比较麻烦，因为他是够毒辣，你们小心啊！真的吗？其实已经不再说了，听不起了，真心不相信。好，先欢迎潘怡君小姐，拍拍手。明哥好，大家好。我真是替你非常的叫屈啊！我知道很多观众们看到您的戏之后呢，经常你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这个冲击跟改变。对，我走在路上，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很惊吓的样子，以前大概就是哦那个是谁谁谁，现在就很惊吓，而且跟你马上保持距离，对对对，然后很惊吓就，哎呦呦，好害怕，哎呦，真的这样子啊，真的真的真的好害怕。接下来看各位反应，今天我们提供的奖金比平常啊不太一样，哎，为什么不一样？还是10000块钱，哎，但是用500块钱这样凑成的，哎。好吧，请大家加油，还没开始前介绍一位保全的医生。是曾明和医师，拍拍手，谢谢他。好，听到哨音开始啊！哎，啊，动作快了啊！啊！为公平起见，第一题是不看的。哎呦，怎么制作单位怎么多一张椅子出来了？怎么搞的呢？潘怡君又要跳楼了！啊！对，潘怡君很聪明的，对对对，不会死的。你要抽这一张？为什么不会死？很聪明的。啊，对对对对，就喜不喜欢养宠物？喜欢。啊，那这个问题啊，请问克林顿先生所养的白宫第一狗叫什么名字啊？巴蒂。天哪！巴蒂是吧？对，答对了没有？哎呦，可以啊！为什么会这么马上你可以回答出来？我看过啊，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好像是在一个回教国家的有一个部落的村长要告他，因为他的那个名字跟他的发音很接近，所以他被他们的族人骂说你是克林顿养的狗，他很生气，他决定要告克林顿要赔偿他。太厉害了！拍拍手，拍拍手啊！继续。
这一次是谁？又是鸡腿，我做的比较大胃。哇，阿娇你卡成这大才唱袂，唱袂赢伊。Jimmy，是他的屁股比较大，不是我的屁股。安尼哦，然后坐下去，他就把我这样子拱拱走的。所以是要来狠的嘛。所以已经把我拱走的，不是我。那你会给他端倒转来啊？掐着。天哪、啊，哎，这个几百店的啊？这个、啊、几百店，只有一个店子啊？啊，一的还是二一的？一千的。请问，86年度观光游憩区人数最多的是什么地方？一，阳明山；二，六福村；三，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垦丁国家公园。垦丁，我要给你一点暗示好了，好吧，这大家老朋友了哈。一，阳明山。啊，六福村。三，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垦丁国家公园，那跟我们小时候比较有关系的地方，那就是木栅动物园。请坐好，没关系，坐没关系，坐好，因为我已经暗示这么久了呢，请坐，请坐，答对了没有？请坐坐坐，答对了没有？要坐一下，对不对？答对了没有？没有，是他们前面的动作太慢，害了你嘛，真是害呀！请坐。没事啦，我垫过了。要坐，稍微坐深一点。我被垫过，对啊。请问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又是这个？怎么又比较简单一点嘛？一进去，先看到什么动物？一蛤子。兔子，三，红鹤，四，大象，三红鹤。好，请坐好，要不，请坐下，靠近一点啊。我已经很靠近。不能弯一边，弯一边反而会受伤哦，真的真的。请坐下，答，请坐，答，请坐，靠近一点。他们还没。请坐下。答对了。哦，跑啊跑啊！这次我是要抓陈奕迅，怎么会变成？没有，前面啊，前面塞住啊，前面塞住。哎，你可不能说我塞住，没有，我用跑的，是你用走的。没有，男女那个瘦不那个。瘦啊，你就要保持距离。题目是越来越难。没事啦，没事，真的没事。你的头啊，你讨厌。请问美国联邦调查局，简称是？一 TTV， 二 CAS， 三 FBI， 四 ROC， FBI， 请坐，再想想看啊，联邦调查局不是联邦总署哦。对啦，因为我联邦总署跟联邦调查局哦，你这个是联邦调查局。FBI 啦，答对了没有？哎呦，这么有自信！我还接你呢。
他这个做的也很干脆啊。请问有古代御林军之称的兵种，以现代来说是什么军种？一装甲兵，二宪兵，三蛙人，四炮兵。魏哥，你再念一次。一装甲兵，二宪兵，三蛙人，四炮兵。你不能咳嗽咳两次。啊，对，不能每一次都有，这也麻烦，真的是。一装甲兵，二宪兵，三蛙人，四炮兵。宪兵啊。答对了没有？我顺时针帮一下，我刚刚那一下陈奕迅真是厉害哇！唰，从这边一步就过去哇！我也是同时跑了，你问题是没有，你跑错方向了，对，应该这样子嘛。啊，阿彪，请上座哦。请问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是指中国大陆的哪个地方？一贵州，二四川，三云南，四青海。这个大陆我都不熟。一贵州，二四川，三云南，四青海。一是什么？他这个是那个。一是贵州。贵那是大概是贵州吧。一是吧？一。好，请坐。请我来连抓，威哥你坐，请坐，我来坐这里好了，这里凑人数。别怕，我真的，它不但有这个去除体毛的功能，不要，男性还可以这个免除开刀痔疮的痛苦啊。对想要逮到他真不容易。对呀，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高兴呢？你现在有一点像顾小春的，你知道吗？顾人怨的。请问世界上最长的地下铁是在哪一个城市？一纽约，二伦敦，三巴黎，四东京。一英国有去过。纽约，二伦敦，三巴黎，四东京。东京我有去过，应该蛮长的。英国我住在那边的啦。你住在英国、啊？对，以前就对以前，不是很长。法国应该蛮长，然后还有什么？纽约，纽约，纽约没有去过哎。算了，没关系。巴黎啦，巴黎。法国记得应该蛮长的，蛮复杂，蛮复杂。对了没有？没有事哦，再来一次。哇！哇！好像鸡了都，哇！哇，比上一次，哇！还有冒烟哎，啊？真的吗？哇塞！好笑哦。不是，他刚刚有被电一下，然后他故意要装音。你们小心点嘞！
新北，你的仇报到了，你看他被骗了。还说什么你住过伦敦？伦敦就是地下铁，伦敦是最旧的吗？最长的地下铁，真的吗？它很进步。哎呦，好，接下来看你看谁不顺眼，就换你吹了啊。嗯，哨子在你吹好了。吹气，你不要笑。现在比刚刚开心啊。我的脸是转过去的。OK， 好，请问打电话到台北要拨02，那打电话到金门要拨106-207-308-409。有暗示哦。看到你问他第一个问题，打电话到台北，他很高兴。要拨零啊？请问金门他在讲什么？我金门那边没有朋友，从来没有打过去啊，不知道怎么打。还用猜的啦？可不可以先去打104看？你呢？106-207-308-409。好，答对了没有？很胖对不对？不是，这不是好像钉子在钉你这样子。对啊。对啊。现在换你吹，现在你控制。真的好痛。但是你可以发泄一下。没关系，痛完之后很快乐，因为你可以看，你看他们三个人，对啊，谁比较不顺眼？刚刚谁挤到你了啊？啊。好。你看啊，哨子在这边。看看啊。我差一点把皮力给洗出来，因为刚才吓得就快要哭了。营养价值最高的一柳丁，二洛梨，三奇异果，四香蕉，答是哪一题？你注意一下，我知道是洛梨跟奇异果二选，应该是洛梨。哎，还暗示他啊？我没有说。他说那是洛梨，他就讲，因为洛梨牛奶很有营养，我没有暗示你，对不对？真的吗？对啊，我没有。好厉害啊！答对了没有？别害我了！哦，我今天还想。今天想抓到真心梅还真不容易哦。哎，飞哥，我发现哦，站在这里哦，比在那边走舒服多了，因为不会紧张的，对啊，又可以整人，对，那多好啊，真的很棒哦。被香港某周刊票选为年度最欠揍的艺人是，一香港有这些很奇怪，去年曾志伟，二黎明，三梅艳芳。是成龙哪一位呢？成龙，你是说成龙？成龙对，阿刁伊人啊，不是我人啊，是迄个阿勇敢的阿刁啦。嘿，曾志伟啊，还是迄个梅艳芳，还是成龙，还是黎明？老师你完蛋，我一定要把你拖上黎明好了，梅艳芳啊，黎明。我觉得黎明比较。刚刚我们有听到声音是从这边过来的，对不对？不是不是，其实我跟你答对了啊！有三个，电影对吧？对，电影来这位没有，他们没有。说实在话，这个pass 呢，其实是我自己刚好在嚼口香糖，我眼睛刚好在注视那里，因为我们的 camera 在那边，所以就对啊，他们没有给我 pass， 真的真的好，我们继续来，没有啦，真的没有。来啊！阿嬌你专门找他、啊？没有，我不是专门，我想说，阿妹快别拖时间。请问目前国军所淘汰的运输机是一 C13 栋，二 C119，三 A14DC200。
一 ，C 幺三栋，答对了没有？最佳美姿奖，他是这样的。哦，剩下两张了。什么 ？C119，好。啊，有苏玉金来发问，这个就不用暗示了啊。这个很简单呢。嗯。请问国内的限时挂号油资要多少钱？限时挂号是不是？限时挂号。手捏好看哎。十二块，三十八块，四三十五块，计时五秒钟。我记过限时挂号跟限时都有，那限时是十二块，限时挂号我记得是四三。哦，没有，我就跟你讲过九块了。好，请翻开来，没关系，可以改过可以。两个句号，答对，答对了没有？啊！你干嘛？你小春，你干嘛？小春，你摔倒了！郑医师，郑救护车来了！来来来，他在发抖，他被吓到，他这是什么原因？这种状况有没有需要要送急诊？会有预期感哦。哎，你赶快起来办。他怎么会对电这样的敏感？应该不会吧？太吓到了。我们的医生已经看到。应该讲，我刚刚是吓，因为刚刚那个等于是已经跳楼以后的姿势。我真的吓一跳。我真的第一次觉得有一个医生在真的。如果说他这样被电，如果晕倒，应该做什么步骤？冲脱泡吸？不是人工呼吸。最重要还是要先躺下来。对，安静。衣服要不要脱掉？不用。非常谢谢，好吗？给医生鼓励一下，谢谢郑医师。啊，好，在你赶快站起来，范飞哥就给你做。我刚才暗示他，我那个平常一讲已经发自于内心的这样，一讲不相信，对。有吗？你讲太小声了。真的有。好，经过漫长的这个比赛，来，非常恭喜郑心梅。申公杰假跳也收获，得到一万元奖金。谢谢我们来宾。没有让你嘻嘻对的。好，休息一下，继续上我们的龙兄虎弟。